所以我就不用炸老鹰、啊、准备从船上下去了。但是我要去炸老鹰，不要好了，炸小雨的小雨啊，小雨啊，小雨说不定他也暗藏老鹰呢、啊。小雨在领先。那我要用 TNT 试看看。TNT 据说没办法防御，是不是？啊，真的假的？是吗？不盖的，不盖的。鬼他可以防御，TNT 好像不行。一起去。小雨在附魔耶！附魔，小雨，附魔，啊，顺走。顺走，中间吧，看一下，中间，小雨，直接乱炸一波，国王，你弟炸到自己的国王，他在哪里？他无敌在船这边，小船这边，有，哎，他游好快哦，小船，你后面团团在追你，哎，你收到他一下，哇，他刚硬冲，哎，不。啊！一天呐、啊，好可惜哦，可惜，差一点点。我刚刚击退他啦，所以他才用冲的。哦、嗯，我讲到他瞬间，噗！想说是不是内阁有没有？那个收钱，赌博买炸弹，找小雨。好。哎、欸，我们这是水是、欸，这怎么是烟精来的啊？对了，怎么变这样子啊？无限水源了，哈基，哈基啊！你很缺电小时啊？欸、我看一下，赌博，哎、欸，我这边也很多钱，一个一起赌，扣一百五，排队赌博，排队赌博买炸弹，买扣一百五，有没有那个？哎，好险，好险！好险，没钱了！来，我给你。来，你们换。炸弹没了。我又买了吗？哦，有了，我有了。哎呦，这里箱子还有钱！哇，这个水流也太特别了吧？对啊，是不是漂亮吧？好猛哦！是不是两个失效？这是啊？没有打算赌了，剩下全部都买炸弹。买！去！我还有200多块，你们要吗？你不见了。没关系，没关系，你换炸弹一起来炸、啊。好啊，我放一些在箱子。好，我4颗手榴弹。我放2组在箱子，你们可以拿去用。有没有发光啊？小雨应该。我有。我离婚了。嘿，你居然离婚？你这样扣钱？因为我没钱啊。哦，你们付的、啊。我看到了，小雨上来，小雨上来了。小雨在哪里？我来了。哪里？他们船上。啊！他跳船了。他没用。我再用一次。那我先稍微把他们船炸一下，让他回不了。传说西游，哎呜，他有功，他有功，祝他还有功。我知道。缓速啊！那也饿了。好缓哦。好黑哦。小雨，喂，这是哪里呀、啊？好黑啊！这也太难了。哦，有了，恢复了，喂。哎、欸，他搭船，我把他船弄掉了。小雨，别跑了！哇，飞好远。没有，那我收到他，还想搭船，上船啊，还想搭船啊！包围他！等一下，他是要到中间。哎呀，团团想让他上，想他想接人，想接人，团想让他上，对，哎、欸，团上了，上了。在底下，在底下，不给你上。底下，拿到了，炸弹！小心，他们在开炸。小心！我撤退了，炸弹丢完了。我撤退了。啊！团团嘞，开小船，哎，为什么射不掉？哎，我射了好几下都没射掉哎。他的船有 bug 啊！只是想坐船，他外挂船啊！干嘛，路易？射不掉那个船，嘿，对啊，那个船很神秘。你那个太痛了吧？要结束了、哦。好。好。射到了，那船射掉了，结束。哦、成功！哎、欸，大家的比数，腹肌。哇，很久没腹的，太惨了，真的。帮他们 QQ， 你的墙好可怜哦。对啊，这墙补一补。他们
从头啊，那时候逆风场很难打。嗯我的城墙，既然你不让我帮你盖，我就把你的城墙毁了。毁了，还想上船啊？我想坐船呐、啊！来看，我团团想让他上，不可以。然后我太快，然后我没点到，我就一直狂哀嚎。我是一群快乐的小地鸡谁叫你不要我的爱心我得不到你的心我就得到你的宝石体验有点不太友善不是这样哦我从头到尾真的也都在用心的教你你买技能然后不买装备我看你那样子气死我觉得国王很忙耶、欸、又要买真的是蛮忙的啦又要买剑你的钱已经都没有让你去买奴隶了没有你要你这样都突然懂我感受最后我才想到哦干嘛要买武器反正你不要死就好了不要死就好我就是很怕他死所以我们就教他技能怎么用连那个要先用书再用 Q 都要好好的教然后就看他还是裸装然后想说你要跳转台没关系我就直接炸了看你那么裸成那样不炸你对不起我自己好漂亮我有预料到以后王狗会先肚子痛了吗？没有办法参加。那个你们选到国王以后再叫我，哎、欸，我肚子痛了。选完再叫。然后就变换。过程国王你就换啦，对不对？我换是好一条，一直在哀。我觉得到后来已经是哇，他们又有人来了耶！哇，换的啦！哇，怎么就是这样？救命啊！我走不了啦，他们好多人呐、啊，死翘翘啦，毫无灵魂的呐喊。而且第一波我拿那个酱油的宝石的时候，我顺到老鹰，然后我要跳回家，然后发现哎、欸，这个家好像不太一样。我找到你们蓝队的家，认到我们老鹰上了，对，走反，被踢回去还分不清队伍。笑有啦，战友，让你以后会玩的啦。啊啊啊！看这个，你看这个好不好看？那个哦哦，可爱，可爱，不是不要打掉啊！哎、欸，这是圣诞帽、欸，你干嘛、啊？是吗？圣诞帽啊，圣诞帽歪一点啊，太歪了吧？还是你是喜欢绿色的？吵死了！哎、欸，小精灵的帽子，你说吵？小精灵，小精灵，对啊。不然你要怎样？你要这样？太丑了，太丑了！好会哦！哇，那个颜色。从旁边看，这老爷好像蛮帅的，有没有？那眼睛炯炯有神，然后戴着那个帅气的帽子。歪掉了。没哦，没有，是不是变成什么其他东西了、啊？哦，我吃掉了啦，吃掉了啦，吃掉是不是？都吃完了啦。好了，跟中场，跟中场。好，上厕所。厕所啊，去拿水。导游。嗯 ，W， 你要想你还比我好哎、欸，我是第一次玩这个国王哎、欸，我也是第一次啊，他已经是玩了，他的意思是他第一次玩王国之战就国王的时候，你玩了好几次，嗯，而且前期也真的都手把手教你，对呀、啊。感谢感谢，虽然你最后炸了我，对，这个炸就是要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再不买装啊，你这个国王！我知道，以后看到巧克力就跑，我学到了。没有，你等下看到观众也要跑。然后以后看到而且你有无敌啊，你不是买了无敌你也没用，他忘记用了，他忘记用了，太紧张了啦，我懂。而且他是边投票边那个，他太紧张。对啊，我边投票，然后边举盾，然后放技能忘记了。没事没事，这样你以后就知道了，有没有？这个技能很重要，买装很重要。还知道一个，就是巧克力不能信。巧克力不能信，我刚刚就说，以后我接近巧克力就会自觉肚子痛了吗？用心替你介绍哎、欸。肚子
哦，一下巧克力，哦，没事了。哇，巧克力侦测器耶！哇！以后突然肚子痛，哦，巧克力一定在这附近。我就在你附近。我好可怕！不要怪我，危险哦！我觉得超恐怖。你们吃东西，别怪我。然后就老高靠近洗，我在南部，我要不要吃？哎、欸，所以刚刚我投杰瑞出去的时候，你们都没看到吧？因为刚刚好像断线，直播断掉。我是拉到上面发现聊天室没有打字，才发现说啊，我直播断掉了这样子。你最后的抖内的意思是什么？我在 YT 最后一次开台还是？这什么游戏？这个游戏叫什么 ？BLOONS， 然后 TD6， 这个是守塔游戏。最近在玩这个，我以前是玩五代啦，然后后来是因为有个兔崽子发现有六代，哎、欸，我之前有发现六代，但是那时候没有显示有繁体中文，就没有买了。就他那一件有中文，没有显示。我现在练角色。哎呦喂、啊！这款还不错玩啊，真的可以买来玩，很杀时间。最近我们半夜都在玩这个，玩到很疯。不会吧？我少买什么？我可以买那么多只，见鬼了！呆滞。哦，拉回去可以看到。哦，好啦，我要开音响了，我有音响啊。喂，我也不知道哎、欸，为什么会断？在 FB 开台都没断，结果在 YT 开都好不稳哦、喔。这样会不会游上去啊？他们会游上去啊，会，就会游上啊。如果跳得到的话就，这个不难啊，这个这么近一定跳得到啊。哦、对，那边会跳的。对啊，一定跳得到啊。杰瑞，没有没有，这上面乱围，这样子啊就上不来了吧？嗯。而且我还拿错材料，拿到血。直接对他点下面点中间就好了。对。今天的跑酷就非常的简单，让他们失望。不惨的家人，这个应该超简单的吧？哎、欸、哎、欸，啊，太近了！不是啊，你不能用创造飞啊！哦，小圈人创造不会受伤啊！对啊，你这样子帮仙人掌也其实蛮快的啊。Survival。听起来是真的是啊，没弄到那我损失了两件物品，等小雨大师盖好。嗯，没有，那个路口这边被打掉了。我只是想说可以路口没有被打掉，弄远一点。阿巴七哦，看错了。看着半砖发呆。我要站在这里。他们人形蜈蚣着。我要站在这里。人形，刚刚谁说人形蜈蚣？哇！挡着。这边这样跳过去吗？应该可以，哎、欸，可以嗎。可以吧？对啊，可以可以、啊。好。可是你受伤就 OK，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只是把它绕大圈一点点。嗯。你们偷改呀、啊？等下我要变创造，然后我们当挡人的。我就在这里挡人啊！我也在挡人、啊。我也在这边挡人好了。那我要当下一关的关卡，有没有挡？我们就站这么大、啊，背起来站这么就好了。没有，我要故意，怎么都顺时针，顺时针，有没有？顺时针走。哎、欸，我们一人挡一个。第二关关主，哇，你好胖啊、喔！第二关关主屁股比较大，哎、欸，屁股很大哦。
跳下去了。尿大哦。好坏哦。好了，累了，我累了，让你们过。啊，你第一关都过不了。我站在这里。看起来简单，其实也很麻烦。对啊，因为我们在那边乱挡人。哇，繁星好猛啊！不是我，他自己多踩哈。哎，繁星，你的霸气直接把他震下去了。讲太多。去脸书前最后的抖内哦，感谢。对啊，那我来去看一下脸书吗？不是啦，看一下。嗯，看一下什么？超级留言。看一下，看一下，感谢超级留言。看一下，每次都要关麦。看什么？感谢，怕吵到人。看什么？我去，我去。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真的好想你。最后一次分享吗？问题都在旁边。感谢熊猫团团三年。对啊，刚好第三年、欸哦。原来是看这个啊、哦。对啊，我去看那个，哎、欸，真的可以，刚好哎、欸，三年。什么？你三年？你做什么事情？三年以上？啊、三年啊！哇，三年以上，七年。对啊，他就跟小繁星嘿。哇！你说什么？我每个月都有资助他一点，然后连续三年来。忘记了，马上打下去！哎、欸，没有上去。你们超胖哎、欸。卢米，你最胖了、欸！你怎么偷打啦？哎、欸，你怎么偷打、啊？没想到，对我这算犯规。三关没有王主啊！